然就是由当地的警察会有一下很多，会有用棉花，啊，棉花，我现在把它摆在这边。啊，等一下，他如果找到的时候，他说静悄悄的坐下来，啊，为什么要静悄悄的坐下来？因为他如果用咬的，用抓的，啊，碰到了水银炸弹，一失去平衡，他就会爆炸，啊，如果用叫的，碰到声控炸弹就会爆炸，所以他等一下闻到的时候是静悄悄的坐下来，好不好？说，呀，他找到了，他就会